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十年了我们还是没有女朋友，可真呐、啊、金姐啊，你看我的新发型端不端？端端端，我觉得我的也很端啊。既然都这么端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、嗯、啊、嗯、来，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女朋友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找女朋友选错了地方啊。那去哪儿？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咖啡厅。走走。欢迎光临，请问二位点点什么？猫屎两杯。请稍等，温馨提示，本咖啡厅啊温度过高，不用戴帽子。就这么明显吗？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可真呐、啊、静静啊，我们不要气馁，嗯，坐。好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咖啡厅的女孩子是会主动搭讪的。我不信。你就等着吧。你好，这有人坐吗？没有。谢谢。这也算搭讪吗？可真啊。萌萌，这个女孩形象气质都特别适合我。这个女孩我也特别喜欢。要不咱们就您来来来啊，这个追女孩子是有步骤的，嗯、啊、你要含蓄，好，锁定目标，彬彬有礼，加油。请问？滚。真的，萌萌，现在的女孩都喜欢直截了当。我告诉你，为了爱情，你得豁得出去。看我的，豁出去。嗨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不同意。不同意我就死这儿。你别，就算我同意的话，我爸也不会同意的。问问你爸。喂，爸，这有一光头说要当我男朋友，我要不同意他就去死。啊？我爸同意了。同意。他同意你去死。可真的。萌萌啊，我们俩太惨了点吧。放心吧，嗯，一定会有人把女儿嫁给咱们的。嗯，哎呦我的妈呀。哎哎哎呀，大妈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吧大妈？哎呀，我是大爷。你大爷？你大爷。哎呀，这咋还骂上人了呢？我跟你说、啊、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这老头摔倒了都没人敢扶，你俩敢扶我，好心眼儿。我要是有闺女就嫁给你们。好人呐，理解万岁呀、啊、大爷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他不是我闺女啊，他不是。爸，哎呀，快点。